你有关心美金这边吗？有啊有啊有啊。那你早就知道了。少一点，就是觉得正常的情感。我们今天是情侣，情侣加分一起送暖的。徐新文，徐新文，你的妈要不要拿走？徐新文，徐新文，每次都要拿徐新文的这个搓鼻孔。只有我能搓。我除了捐那个外套之外，我还有另外收了一大袋的衣服啊外套给他们这样。这有没有暖男那种的帮你披上外套？没有哎，比较少认识暖男。暖男，今天开始认识。所以两位以前都没有见过你。电视上。对。不是，因为我刚娱乐圈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。你见到活生生的实体是第一次。在电视是有关心吗？有啊有啊有。那你早就知道了。少一点，大家应该觉得哇。郎才女貌，就是觉得正常的惊讶。正常的惊讶，就是 surprise。那夸张的惊讶呢？就是如果说你一直都不觉得他们会在一起，哦哦哦哦哦，但突然间在一起，你会。所以他这是正常的惊讶。因为我想说，大家看那个《当男人恋爱时》应该很入戏啊，所以应该就不会太大的惊讶。我是起床看到手机。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四月一号？然后我想说不对，不是四月一号，我就这样。你会这样讲话吗？我应该是不会啊，我不会，我不会。不要先说。不会。不是，他们有的话，如果真的觉得哇，当下觉得哇，好像可以来闪一下，那就冲去闪。看久了的话就会。不是，你刚刚说有是说怀孕嘛？不是，就那个有是这个心意有没有到达那个程度？那你现在这个程度可以吗？我现在的程度是什么呢？那两个人最近有看《华灯初上》？有，很想知道凶手是谁。有问心理说凶手是谁？当然不会讲。真的吗？问警察也不讲，谁都不讲。真的好想知道哦。那一开始我连尸体是谁我都不知道。那看到就是警察躺在那边，我真的讲吗？可以啊。都看完了吧？你自己不播了。你等下帮我逼掉。逼掉。哦，反正看到他躺在那边，我有一点。新闻都写了，你有看片段吗？网络很发达哎，都是。谢谢谢谢。徐新闻，再见喽，拜拜。徐新闻，再见。